怀着任何担心就下手，从来不回头。开始感觉不会痛，不会痛，放大的瞳孔就像做梦，幸福的错觉很温柔，很包容。也许还期待，只是致命的冲动。你不懂，我不懂，这些杀手为什么存在？因为爱，还是未知的未来？心情放松，摇摆。Thank you.